昨天兴致来潮买了一个自拍杆，所以上网做了一些功课，发现到这一款是入门级里面最比较容易用的，因为不是很厉害用。所以一样，我上网做了几天功课，发现到这个 DJ 我们叫大疆，所以大疆 OM4 现在是它最新款的。So, 这是它的宣传书。So, 我们可以看到有磁铁，然后多一个 story mode， 还有一个可以手势拍照。然后这个挺不错的，它可以设定人物，然后当你在走动的时候，它的镜头会跟着你。So, 其他的就大致上是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昨天就买回来了。So， 这一个生产日期是今年的三月，所以现在八月的话还挺新的。像磁铁功能，然后如果你设定为这只狗，所以当你拿着这像拿着这自拍杆跟着它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你的手机的镜头会焦点设置跟着这只狗，然后多一个脚站，那会在盒子里面。So， 开箱，纸袋我先，我已经拿掉了，因为昨天付款的时候需要第一次检查。So， 老实说我还没开始用。OK， 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有磁铁夹手机的。然后另外一种是也是好像是戒指勾在电话后面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打开了还会上来吧，第一次用啊，所以也要安装这个 apps 开相机扫码就行了 for iOS。 OK， 打开这个等下吧。 OK，这个就是脚站吧。我怕肮脏了，现在新的感觉还挺不错，如果拿出去户外使用应该很快就变黑了。 OK， 这个是脚站。充电器 Type-C Type-A USB Type-A， So A to C 就到这一个。这个应该是手机的，这是它的脚，还不错，那设计感觉挺真实的。这个的话，更换塑胶，应该是这一片旧了会掉吧，然后可以更换新的。其实我比较在意这一边，为什么？因为昨天还有 demo set， 我发现到 demo set 的时候，这个有点紧，让我拿掉手机壳。So， 你会发现到，它是胶刺着，然后你每次指甲就会放在这里拉开它。So，久了过后，我昨天看天幕线看到这两块已经掉出来了，所以不是很推荐啊。重，其实还好，不会很重。据说iPhone 12后面有 MagSafe 嘞，可以吗？是有戏啊，可是还是会掉，不过。不是很有力啊，说不行啊，还是其实还没研究啊，这些按钮也不知道要怎么用啊，先开机先。两盏灯应该是没满电。
应该要一段时间吧，给我看一下说明书要怎么使用。没了，就这里个按钮，诶，好像是要自己推上来的，对吧？不敢太大力。可以。是有技巧的，对，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这里没有，所以你推上来的时候你要，然后你推回去的时候你不可以，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在这边，因为扣会卡着，所以你要推这边。看，如果我推这边啊，不行，卡着了。最需要推这个方向，这就是原本的，所以我们打开，来玩玩吧。没敲到，所以是很。吸在一起了。OK，so 这里有一张这张纸，so 它有这个撕开过后可以粘在上面，就是正中间。so 正中间的话，刚好如果是正中间的话，你的这个的时候它就会很位置刚刚好啊。so 就想象我们已经放上去了吧。应该是有一个，对哦，很紧，真的很紧。这个东西装上去了，这是上面的，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好料。这里还有一条绳子，应该是拿来，这里的，待会我就给它装上去。拍摄的时候就可以，这应该是放后面吧，可以拿着，这样，好，关机，关了，取出来，就放上这个，然后这个。转上去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好厚哦，3mm 胶纸，这个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一个东西。要放上去手机前，可以先涂抹干净了。这我就不可打开了。说明书啊，好多说明书。保修卡，维修单位，该是的保修卡吧？这张。我先看薄的，全部都压制。说明书，我没就看错的话，其实你看啊，英文版2到6页，所以英文版只有4页左右，所以国际语言。明明只有4页的东西，弄成了这么厚的一本书，可是就是大致上讲怎样开关吧，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啦，虽然只有4页。OK，手机架两种方式，对正位置，就是它有这个洞的这个位置，收起来的时候，
M button，joystick，哦，这个就是小的 button，连接了它的 apps 的话，按这个键就可以拍照或者是录影。Zoom，哦，这个是 zoom in 和 zoom out，trigger，按一次是 start 和 stop，按两次是。重新排位，按三次是前后相机，按一次，然后按99的话就是 Sport Mode，据说 Sport Mode 挺好用的。OK 啦，不难理解。OK，以后有机会我再出去外面拍摄，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OK，我大致上把它装好了。其实就是很简单，这样都上去，然后我想来玩玩，所以现在是还没有开机的状态，说按着99，第一声过后，它就会自动开启，所以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摆到很正，然后点两下，它就会直更横的模式，然后你要去下载它自己的 DJ Mimo 的 apps，所以我重开吧。So DJ Mimo，然后你就会来到它这个它就会直接带到你来这个 screen，然后拍摄的话，看我推我手指，还可以带着走左右，然后挺好玩的啦，按两下就变成直的模式。等，下次我拍一个出门的，可以显示它更多的功能。然后我们关机，两声滴滴，然后它就回去。这就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所以你就要把电话拿下来。太硬了，不可以，不行，一直说不行。不行啊，磁力太强了。所以要表达的是拿下来了之后，它会回到刚刚这个角度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推下去，它就其实就是收好了。